Okay, here is an example. 大家好，我叫 Richard， 我的生日是6月16号。我的好朋友的名字叫 Brandy。我的家里电视很大 ，TV is very big， 电视很大。我的家里手机很小 ，cell phone， 手机很小。我的家里有很多家具，有椅子、桌子、台灯。我喜欢的甜品是巧克力冰淇淋。谢谢大家。